我们那边的青菜都是那种什么白菜啊，什么空心菜啊，那种都没有，我都没有吃过这种菜。我不知道你们叫什么，这个我们。这个芥菜，芥菜。那你们这边的这个菜很多吗？我们种了很多。种了很多啊？对。那、啊、对，就是芥菜，芥菜吗？是不是芥菜啊？我不知道你们说的芥菜什么菜的，我们叫不。妈呀！我今天直播间的家人们都告诉我，网友们都告诉了我，他们说这个叫芥菜。我又学到了，我又认识到了，对，芥菜，他们说是芥菜。我又认识到了一个青菜的名称了，真的，新菜。要煮在里面了吗？对，要等香肠。哦，这香肠熟了吗？还没有，要等一会儿。有人说这个菜是做酸菜的，是不是这个？对，这个也可以拿来做酸菜的。就是什么那个酸菜牛肉面的那种酸菜吗？什么牛肉面呀？酸菜牛肉面啊，老坛酸菜牛肉面的那种菜呀、啊，那种调料啊。不是调料呀，是我们自己拿来泡制的，就那种晒干了的泡菜呀。就是自己泡的泡菜，晒干了泡。晒干了的。嗯，可能做法不一样，是不是？家人们，你们居然把战战都点到了230万了，太牛了，太厉害了，真的，太厉害了。家人们觉得阿群墨直播间跟我们一起这样子的，真的看到他的笑，开心的，很独特的，能不能把赞赞点到300万？能不能？家人们，动动你们的发财小手，阿群墨一笑。大概每个人点个10下都差不多了，家人们，对吧？能不能有点到300万？来，你要把你那个手上戴的千万记住啊，不要给小妈看到了，不要给阿姨看到了啊，好吗？为什么？哎，你听我的就对了嘛，虽然它不值钱，你听我的就对了。那我把它摘下来放在这包里面。啊？我把它放在这包里面，戴在手上它就看到了呀。戴在手上它看到了。反正你待会儿就是到房间的时候你把放好啊，是不是啊，家人们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你有没有包啊？你没包吗？我这里有包呀。你有没有背的那些女孩子背的那些包有吗？那背的挎包啊什么的那些包有吗？我有一个背的，我自己缝的。自己缝的，没有挎的、啊、那些那种包吗？好一点的，安全一点的。那个缝的很安全呀，前面跨，后面跨。要不家人们要不要叫他拿过来看看是什么包？要不要叫他拿过来看看？要不要叫他们拿？家人们要不要叫阿群墨拿过来看一下？是什么样子的包？应该是你亲手缝的吗？对。啊？我自己拿布料缝的。家人们想不想看？想不想看阿群墨去把那个包拿过来看一下？因为他的那么多东西，那些东西都没地方放。想不想看？想不想看阿曲墨自己缝的那些包？想看，想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双肩包。阿曲墨，他们都网友们都说想看，能不能拿过来给大家看一下？方便吗？可以呀。
那你去把你的那个放东西的那个包，你自己缝制的拿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吧，他们都挺好奇的，是不是啊，家人们？想看想看，你拿一下。阿全猫去拿他的那个包过来给大家看一下，我也想见识一下，我也没见到过。这个包，这是、啊、就这个包吗？对呀、啊，就我自己缝的呀。嗯哼，你这个包，我以为是你自己，我以为这个包。对，我自己缝的呀。啊，拿布料缝的吗？啊，很安全的。这个就是你说的放东西的最贵重的东西了吧？都放里面是吗？对呀，昨天你拿的这些这个呀、红包都在这里面呢。这个就是你自己做的包。你确定？对呀、啊。啊，惊讶到我了，惊讶到我了。这个很方便的。你有没有那种女孩子挎的那种包啊什么的？有，那种普通的那种有拉链的呀，那种包啊什么的，没有那种吗？没有，我都这样。没有吗？没有啊。一个都没有吗？你都没有买过吗？哎，阿哥，谢谢。真的，你这个包惊讶到我了，但是能装很多东西啊，真的，但是能装很多东西啊。你去缝一个包包，你去给他买一个，送一个包包给他。什么东西？什么？送一个包包给他。明天给他买个包过来，阿强，你给他买个包过来。家人们，我感觉你们是光说说话就对了，是不是？你们说了我去做吗？真的，我的天哪，你们这些。你们是光说不做的，我感觉我真的你们，啊，我感觉真的直播间的网友们，你们都是奇葩的人物，光说不做的，叫我去买个密码箱，买一个，啊，你这没有拉链都不安全，你那个东西装里面。但是你要放好，放在什么柜子啊那些箱子里面的啊，啊，挂在床上的。嗯、你给它放好嘛，反正啊，真的有个网友说又可怜又好笑。不是我，因为我觉得阿群猫真的很可爱。很可爱，真的，你太可爱了。没有。买个包，还买个保险箱，我的妈，真的。过两天就过年了，我要回家过年了。我要回广州了，广东了。戴脖子上安全。阿群猫，你以后，我希望你每天都是开开心心的，满脸都是笑容，然后有机会的时候来广东到我家做客，可以吗？广东太远了，我去不了。广东不远，你干嘛？你怎么？我感觉你就是要很难过的。一说我要回广东过年了，你都这样子了。
真的，我很荣幸，我很荣幸认识到你，很幸运。嗯。我有认识你，我真的很荣幸。哎，你别这样啊！你别这样啊！这段时间我遇到你，我很开心。不管是网友也好，还是粉丝也好，嗯，他们遇到你也很开心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你别干嘛？真的，傻孩子，你干嘛？眼泪都流出来了，干嘛呀？干嘛呀？你别难过呀，啊，不说这个话题了，不说这个话题了，好吧，不说话题，不说这个问题了，家人们，我们不说回广东的事情了，好吧，家人们，不说回广东的事儿了，真的，这样他有点有点不开心。真的，家人们。真的又有人在说这个包的事情了，真的，我真的无语了。